Okay, can we start?聽完之後咧，大家唔知比較中意邊個聲音多啲咧？因為第一部 Pay 咧就係上一代嘅 Xperia XZ1 嚟嘅，第二部就係啱啱 launch 嘅 Xperia XZ2 係啦。咁啊，大家聽完相信都會比較滿意 XZ2 嘅表現啦。嚇，多謝大家收睇。